总统蔡英文辅选行程满党团结一致的来拉台声势，今天傍晚呢来替党内立委参选人吴秉睿站台，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到场支持。总统蔡英文、前行政院院长苏贞昌行程满党，全力替党内立委参选人站台。十号晚间来到新北市新庄辅选吴秉睿。吴秉睿，还是题外话先，你莫怪高议员哦，吵架的时候还蛮凶的哦。昔日师生如今成为民进党超强战将，蔡英文提起2014年太阳花学运，他为了阻挡国民党通过的话，他和萧美琴在立法院门口绝食抗议3天，没有吃饭。说到国民党，蔡英文再提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提出的重点政策，重启特侦组，马王政策造成政局弱，社会动荡，经济不安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记得。所以我们不要上架这种特征组，大家说好不好？而面对在野党的批评，蔡英文笑着自嘲，也肯定自己。在野党还骂我一件事情，说我代言子孙，我很难过。蔡英文是很不花钱的，但是蔡英文也很会赚钱，我还一边的预算要还1150。我没有再留子孙了。蔡英文不仅任期内还债有成，对未来还有期许，交棒给赖萧来延续。你们最有经验的领导人，最有经验的团队，就是赖清德和他的团队。台湾给什么给？来中共来主席，赖清德、萧美琴来讲话好。民进党展现团结气氛，拼3张关键选票，全都能有满意结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